时候觉得好累，也会在孤单中流下眼泪。呜继续闯，勇敢着，所谓天黑不过是以为，生命有一种迂回，让我们学走到哪儿一起走吧。这搬家图省事儿，这一车把全家都拉过来了。行吧，这孩子没事就行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哎呦，这面馆您开的呀？啊，我是老板林海潮。林和平。啊，我今天搬到这小区来了。啊，三栋二门三楼。您怎么知道的？嘿，居委会那方姨说了，说我们家楼上搬了一警察，是不是您？啊，是我是我，我是刚调到咱们街道派出所工作，今后您还得多多支持。嘿，必须的，这都互相帮助嘛。是是。老林啊，哎，大热天的，咱先搬东西吧。哎，我老婆陈婷。哎，您好您好。我儿子林霄。哎呦，这小伙子真可爱。哎，跟小哥哥打个招呼。哎哎，打个招呼。哎呦，真棒，这小伙子。你这么多东西，这么着，待会儿我帮你搬去啊！哎呀，别，太麻烦了。你客气什么呀？这楼上楼下的啊，你赶紧去吧啊！那行，那行，谢谢啊！我这一车东西我还真搬不了。你赶紧停楼门口就行啊！好。小健，咱家来新邻居了，高兴吗？哎，不对，你那面都没吃完，都坨了，那么就出来玩啊？我还没画完呢，该换你了。好。挺好，画真好。你画这么好，那得有奖励吧？嗯。行。奖励你个冰激凌，我也两个，两个你，行吧。不过呀，你得先把那面吃完。嗯。哎，你别
别说，这房子比咱原来那房子采光好多了，邻居热心。你说那方阿姨送那么一大碗排骨来。刚才我去送那方阿姨的时候，她跟我讲，楼下那个叫什么李海潮，他老婆去年去世了，让咱们见面的时候别问。哎呦，怎么没的呀？好像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，发现肺动脉高压，医生建议引产，但是他舍不得，说什么也不肯，家人劝也不行，结果还没等生下来，就一尸两命，就是去年六月份的事。就刚才楼下胖那小丫头吧，那么小就没了吗？真够可怜的。是吗？可怜，我觉得咱们家也没比别人好到哪儿去。热了吧？来来来来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呀，插上，开到最大档，对着我老婆吹。来来来来来，老婆，这加班好了，你就多休息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等下先去单位报个到，回来吃饭啊。回来谁买只姜母鸭啊？林霄爱吃。哎，林霄。漫画书你自己来收啊。你藏什么呢？没藏，我的漫画。躲开我看。躲开。是那个面馆的小姑娘吧？哥哥在家吗？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我给哥哥买了雪糕。他不吃雪糕，谢谢你。糖醋排骨，小金，吃饭了啊！爸，什么呀？哥哥家还有个小妹妹。你这哪来的？那是阿姨邮的，一箱子都是玩具。哎呦，这可不能要，这我得扔了去，你这我得给你买新的。我要，这可是我捡回来的宝贝。小金，我跟你说，这别人扔的东西咱不能要，而且啊，
这小妹妹这事儿，你也别跟楼上的叔叔阿姨再提了，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小妹妹了。是不是和我妈妈一样，死了？也不是，她是去海上当仙女了。那我妈妈还回来吗？不回来了，她就一直在那边当仙女了。我没关系。过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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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以后，咱们也会去那边，到时候就团聚了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小尖尖变成罗锅老奶奶的时候。啊，是这样吗？甜豆花，蜜蜜甜豆花，小伙子，来碗甜豆花吗？我尝尝。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好了，不玩了，爸把这些都扔了去啊。爸爸，我站了好久的。行吧，那就暂时先不扔，啊，吃吧，洗手，吃饭。早上刚换过的，这挺干净的。哎呦，你说你第一次跟人家见面，总得留个好印象吧？哎呀，这是看人用，不是看衣服，就这么着吧。行行行，那就这样吧。哎，那个围裙摘了哈，啊，赶快走，你别让人女的先到了，等咱们多不好。对，也行。钱婆婆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哎，小尖尖啊，我们去公园玩好不好啊？走吧。哦，我要玩钓钓鱼，我要玩水枪。好好好，钱婆婆陪你玩啊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那面都醒好了啊！哎，快走吧。贺梅，这就是我一直跟你提起的李海潮。你们两个，一个开面馆的，一个站化妆品柜台的，都是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，多好啊！哎，你们认识一下吧。嗯，你好，我是贺梅。哎，你好，李海潮。这是子秋，子秋打招呼。叔叔好。嘿，你好。哎，来握握手。哎呀，真可爱。嗯，多大了？七岁。哦，七岁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个小妹妹啊。哎，小尖。哎，尖尖。小尖。哎，你别管了，我去陪孩子。啊。那个，你们多聊聊啊，互相了解一下。行行行。好。尖尖，你也想出去玩吗？哎，对，你跟妹妹一块玩去吧，好吗？去吧。那咱们坐吧。啊，坐坐坐坐。不好意思啊，孩子小不懂事儿。没事。哎，喝茶。嗯，谢谢。听钱阿姨说，你老婆是生病去世的。对。那还没过去多久吧？啊，这是街坊邻居都热心，都帮我张罗。理解。老一辈觉得两个人过日子比一个人强，对孩子也好。是。你有什么爱好吗？爱好，我喜欢做饭。做饭？嗯，做饭。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倒没什么，我这店里也挺忙的。你呢？
我喜欢看书，像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。我平时也忙，也没什么时间看书。哦，是是。哎呀，哎，那你这上班那么忙，孩子吃饭怎么解决呀？只能他自己买东西吃。哦，在外头买啊？哟，那这营养能保证得了吗？虽然心疼，但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我一天得站10个小时柜台。哎呦，真辛苦，这哪有功夫做饭呢？哎，这样，有空带孩子到我面馆吃面，啊？你喜欢孩子？喜欢呢，当然喜欢了。孩子多好玩啊，就围着你叽叽喳喳的，可爱。老板好。三块是吧？是的。太贵了，倒是给便宜点。真不正经。哎哎哎哎，姐姐，你怎么是哥哥呀？他不是我哥哥，我不爱我妈。你不喜欢贺梅阿姨呀、啊？阿姨长得多漂亮啊，多一个人疼你不好吗？我不要猴妈，钱婆婆是坏人，是坏人。呀呀，这钱婆婆怎么又成坏人了？这孩子，坏人消灭坏人。哎，姐姐。把子修哥身上全喷湿了，人着凉了感冒怎么办呢？啊，咱还得带着去医院，那去医院是不是得花医药费啊？你花医药费，那就是不是没钱给？学校哥哥，我们一起玩水枪吧。妹妹跟你说话呢，叫叔叔好。林霄你好，嫂子这是出去啊？出去买点东西。你这是带孩子出去玩了吧？我爸和妲己相亲。哦，那挺漂亮的呀。就是见见。那不正好吗？其实太漂亮了也不好过日子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啊。林霄哥哥。你求求你了，过来，咱先回家，让他回家。你再把人林霄哥哥也都全身喷湿了，你真行。这也是，他这个老婆去世啊，也就才一年多，他就急着去相亲去了。我说他老婆也是为了给他生孩子去世的，他怎么就不想一想，没有一个念想啊？你没看他女儿说那个女的长得像妲己，他高兴的那样，真是过分。我倒觉得他那个人不错。你吃那么快干嘛呀？晚上我值夜班。你到家有半个小时吗？啊，这不是新换的单位吗？得熟悉熟悉环境，你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呀。真是觉得搬到哪儿都一样啊！你是不是看见我就难受啊？没有啊。要不然这样子，你换一个吧。这李海潮现在在相对象呢，既然好看。你也看一看。哎呦，那我可不敢，老爸。你说我这么努力工作，不是为了你，为了咱这个家吗？为了这个家，我怎么看不出来呢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婚姻礼物。答对了，李晶晶。到。出发。是。钥匙，元宵哥哥，这是婚姻礼物。
我爸带我去山里摘的。走开！哟，哎，怎么了？这，哇，不是，小杰。怎么了？这是，哥哥不喜欢山核桃，下次送别的吧。下次，送糖好了，糖好吃，炸糖糕和甜的花也行。你可打住吧，你还惦着吃糖呢？你这小牙都被虫子吃没了呢。没关系，吃光后还会再长的。儿子，你待会儿吃完饭，跟我到楼下给芊芊道个歉，啊？你说人家好心好意给咱们送山货，你这么对待人家，是不是太不礼貌了？用不着，没什么好道歉。哎呀，陈娘，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再说了，人家不知道咱家的事儿，你说这么做有点莫名其妙了。你觉得我莫名其妙是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别人看咱家这么做事儿有点莫名其妙了。那别人都是好心啊，好心就可以往我心上戳吗？啊，感情对你就我一个人煎熬是吧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咱别在孩子面前喊呀。你现在当好父亲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你要但凡是多关心我们一下，我至于吗？好好，算算算算，咱们说过，不再提这些事儿，好好过日子，对吧？是我提的吗？是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？我提的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提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不提了。我们现在赶紧吃饭，吃完饭我得上班啊。儿子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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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就上班好了，你还管这家干嘛？说你没看上他，我就说嘛，你眼睛多毒啊！海潮的条件算不上多好，但是养活一家人没问题啊。关键是人好，好多人盯着呢。你俩要是在一起啊，直接就儿女双全了，多好啊！先看看吧，我就是路过，带孩子吃个面。嗯，行，你俩先住着，行不行再说。啊，你别看这面馆不大哈，生意可好了，都是些街坊邻居。就是，一颗心一到小尖尖的嘴里边，玩了，待会儿进来吃瓜啊，来进来。哎呦，我买了瓜回来了。哦，那是我的小青蛙。那，给你。我不要了。哎嘿，干嘛呢，小尖？啊，这怎么跟子秋哥哥说话呢？你这还打上了你，你，人家是客人。爸跟你说过没有？顾客是什么啊？顾客，那是上帝。你，啊，你怎么能打呢？你，再说你这一个月，你说你摔坏几个小青蛙了？你再摔坏，没钱给你买。看你这汗出的还发火，你越发火越出汗。行了，你消消暑，那个别生气了啊，一人吃块瓜啊，来。
来，吃西瓜。谢谢。子秋，你也来一块。谢谢叔叔。哎呀，不客气。妹妹小啊，你是哥哥，那你能原谅他吗？我不该拿妹妹的玩具，对不起。哎呦，那这孩子太讲道理了，是个小男子汉啊。叔叔奖励你，中午想吃什么，叔叔给你做。不要辣的。哦，不要辣的，光不要辣的就行啊。别摸它。摸一下怎么了嘛？这是摸也摸不坏，是不是？先别生气啊，我也摸摸你。这孩子就这样。得，那这么着吧，我中午就给你们做凉面，好吧？你有什么忌口？我不吃葱。哦，不吃葱啊，不吃葱好。得，那这么着，小尖尖，你跟子秋哥哥好好玩，听没有？别再打架了。我想出去玩。你出？得，那你出去玩吧，别跑远了。这孩子，得，那我煮面去。钱姨，那你招呼上啊。这瓜子不够，那个柜台里有，随便拿。我知道，啊，你快忙去吧，这儿交给我了啊，放心。丛林，这山间般的精灵，耳朵竖得像天线。给你吃一口。哥哥，我带你去看黑猫警长吧。谁是你哥哥？走开。哥哥，我带你去动物家看小猫吧。他家大黄生了一堆小猫。哥哥，你吃不吃西瓜？特别甜。都这么多，哎，那行，来，这里坐，这儿坐坐。阿姨，钱阿姨，哎，吃饭啊？今天家里中午没人吃饭，我们出来吃个面。你中午也不回家呀？啊，我所里有点事儿，所以赶紧吃一口就回所里了。哟，和平来了。哎呦，来，您的面。哦，谢谢。您的。谢谢啊，海潮。放你的黄。每次海潮都送小菜，哎，你这菜钱够不够啊？够。吃什么？一样，鸡丝凉面，给我加点面。行了，喝了。哎，我说和平啊，虽说两口子过日子，门牙都会刻在嘴唇的时候，但老吵架呀，太伤感情。你大男人，多让着点陈婷，嗯。是，您看，我们家的事儿都传您那儿去了。这楼板又不隔音，摔个碗整栋楼都能听见。家还有孩子呢，注意点啊。哎，对不起啊，给你们大家伙儿添乱了。其实我这不是在主动的避免矛盾发生吗？他现在啊，就是心情不好，看谁都不顺眼。我啊，还是少在他面前话呀。你老躲着他也不行啊。你小心啊，
凌霄他妈在家里别打招，你得沟通，得认错。哎呦，我嘴笨，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了，该道的歉道了，该说的都说了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两口子吵架可不能冷着，你冷着冷着就冷透了，有什么事得说开了，别隔夜。多好的菜啊，都会被你隔馊了的。就是，这大男人啊，就是粗心大意。是是是，面来喽。家老二俩啊，哎，好，不够再跟我说。哎，第一次来，送你个荤菜。哎呦，这不合适，你小点声音。海潮做的蒜泥白肉特别好吃，是的，是的，尝尝。哎，我尝尝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。你快吃啊！哎呀，小金，别光吃肉，你那菜得吃了啊。是。何明啊，你家也是一个孩子，这多孤单呐，连个伴儿也没有。这下好了，小尖尖就住你家楼下，以后他们俩在一起就有个伴儿了，就当凌霄多个妹妹，是吧？坐这儿多难受啊！你这，你这么着，去叔叔家玩会儿。小尖在那儿看动画片呢，而且叔叔待会儿做那个椒盐虾。谢谢叔叔，我吃过晚饭了。啊，吃过了。你吃过了，你坐这儿也不舒服呀？啊，那么多蚊子叮你一身包。行，你接着看啊。这么着，你要想去叔叔那儿，直接敲门啊。太不巧了，还赶上停电，你说？哎呀，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了，家家都安空调，可变压器受不了啊！一个单元只要有两户开空调，砰，绝对停电，什么都干不了。哎，别站着呀，坐坐，随便坐。哎，好。自己解决一下去。你一个大男人带着孩子，还能把日子过成这样，真厉害！哎呦，这有什么厉害的？我呀，就是把这面馆开好了，这孩子饿不着就行。要说开面馆啊，说难也难，说容易也容易，主要是这浇头得做好，面得和好。我一般是每天三四点就到店里头，先把浇头做出来，然后和面。等一开张呢，大师傅直接下面煮面就行了。我在不在的倒无所谓。等打了烊之后，我再收拾收拾，归置归置，也就这样。
这街里街坊的呢，也都清楚我家的情况，也很照顾我们生意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爱吃面的话，这个我这正啰嗦呢。吃水果，喝茶。嗯，真好，我就不行，自己都顾不上。那你这身边就没亲人在这儿，就你自己带子秋？我爸去世早，我妈在乡下，跟前夫离婚以后，我才知道怀孕了，我自己一个人要生的，跟他们家没关系。哎呦，你能这样，你真了不起。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早知道这么难，我就不生了。孩子跟着我，没少受苦，我也累。哎，后悔啦？后悔还来得及？你先麻烦把子秋给我，我养。我喜欢孩子，可你舍得吗？我又开始了，你看。这。啊，这那个楼上两口子老吵架，一吵架就砸东西，我都习惯了。那刚才坐在门口的那个小男孩就是他们家的？是他们家的。哎呀，大人吵架，孩子遭殃，受罪。是。哎，嘿，太好了。哎，离近点儿。这行吗？你先坐着。说话，他是哑巴。嗯，你是哑巴呀？哑巴。那你说句话试试。哑巴，哑巴。别走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哎呀，猪八戒。家李尖尖把我们猪棚咬的啊！哎呀，那你看我们家小尖这头发里也被鹏鹏薅下一撮，这脸也肿了，是吧？孩子打架嘛，难免。还有这子秋这眼睛，你看这多危险！那也不能咬人呐，而且是你们家李尖尖先动手的，他欺负凌霄哥哥。鹏鹏，鹏鹏，哎，你上二年级了吧？你看看你现在长得啊，又高又壮，是个小男子汉了。那小男子汉是不是应该保护小区里的弟弟妹妹们啊？嗯。没事儿，孩子嘛，闹闹打打很正常啊。得，我拿碘酒给鹏鹏消消毒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家有。还欺负别人，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走走走走走。千万别啊，千万别。哎，鹏鹏，鹏鹏，听叔叔说。有空啊，跟妈妈一块儿到叔叔的面馆吃面啊，叔叔给你免费。谢谢叔叔。哎，你说的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。客气什么呀？这街里街坊的。走，千万别打孩子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回来。你们俩洗手吃饭。我们家子秋还是第一次和别的孩子打架。对不起啊，被小尖带坏了都。挺好的，这才有个男孩子的样。这倒也是。哎，坐。坐妈边上。
谢谢。来，子秋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拿着吧。嘿，你这还摆脸子了？你咬人对啊？你属小狗的呀？你这一个人惹祸也就算了，这还拉着子秋，你看看给哥哥这眼睛弄的啊，多危险啊！是他自愿的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今天你只能吃蔬菜。吃。哎，姐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还咬没咬别人？那些岁月就像